阿弥陀佛，法会马上开始，手机请关机或调整为震动或静音模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真佛宗台湾雷藏寺，摩尼之天，习斋护国，祈福正义敬爱超度护摩大法会，法会开始，与大众请起立。恭迎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中古齐明。
神是地方，嗡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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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地方。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上香。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阿拜之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三拜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平等一起所。恭请无上法王圣真莲生活佛生法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首先，我们欢迎尊贵的无上法王圣真莲生活佛。欢迎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也欢迎仁波切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子、贵宾及同门善信大德、
前来护持法会。敬献哈达，与大众虔诚合掌。我们请莲殿金刚上师代表与大众向僧真敬献哈达，以表最高敬意。由于时间关系，只做一拜一起手。请守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智顶放光加持。恭念根本传承上师心座常坐七遍，祈请传承大加持。持咒：嗡阿吽咕噜呗阿呵萨萨玛哈连生悉地哄嗡阿哄咕噜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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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呵萨萨玛哈连生悉地哄嗡阿吽咕噜呗阿呵萨萨玛哈连生悉地哄嗡阿吽咕噜呗阿呵萨萨玛哈连生悉地哄。做数量观，观想右手边有护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佛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怨亲在此，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一同修习密法，皆共成佛道。做精贤手印，恭请圣真金刚灵除结界加持素文报名表护摩母及贡品。
清净座，嗡舍利舍利玛哈舍利舍舍利梭哈，嗡舍多利舍多利舍摩利舍摩利梭哈，嗡瓦日达丹和和哄，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嗡多鲁多鲁德比梭哈。招请座，嗡阿吽梭哈，嗡阿吽梭哈，嗡阿吽梭哈，一心奉请南无真乐宗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奉请法会之真南无摩尼之天菩萨，奉请南无真乐宗历代传承子师，南无阿达阿玛佛，南无五方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瑶池金母大天真，南无真乐宗八大本真，南无台湾地藏寺坐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之天普天神，南无真乐海会坐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之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阿拜之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三拜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平等一起说。达曼达供养，清洁供养印，观想供品，遍会庐山如海，遍布整个虚空。供养根本上师，供养华严世尊、摩尼诸天菩萨，供养周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之天、下济六道众生。天供养站及供养座，悉弥四周并日夜，化持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之功德，孝业时时正菩提。嗡沙瓦达达嘎达依达木古拉拉免查拉堪尼尼耶达密。做事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子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现前轮回大白光照射灌顶行者，念四归坐三遍持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桑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桑伽雅，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摩雅，南无桑伽雅。披甲护身，前所结金刚合掌所印，此咒：嗡波兰之力，嗡波兰之力，嗡波兰之力。嗡波兰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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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天心陀轮心左肩右肩，回天心三灵池，观想至尊护法金刚，守护行者及法会平安吉祥，如意圆满。恭请圣真转诸名加持。
有的时候请起立，恭请圣真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护摩诃，共频下炉，演化随应，与大众唱诵华严之真，摩尼之天心咒。
恭请圣真三化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一位大众请就座。Keys, so hot. Boom. I'm the keys, so hot. Boom.
Mani ki so 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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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ki so ha. Mani ki so ha. Om
Manik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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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ki Soha. Maniki Soha. Om Maniki Soha. Om Maniki Soha.
마니 키 소 하 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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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니 키 소 하 三摩地，观想自真，护摩诃，行者三者合一，坐就解佛空，入三摩地，时间两分钟。
出定。加持八大本真心咒，嗡阿弥陀佛，嗡玛尼班咪哄，嗡普那摩林多林梭哈，嗡哈哈维萨摩耶梭哈，嗡这里这里真提梭哈，嗡真巴拉查南查那耶梭哈，嗡阿哄贝扎古鲁贝玛斯提哄舍。嗡阿吽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迪亚他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萨摩卡德索哈。念佛，南无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万亿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何度一切。恭请根本上师作总回向，与大众个别回向祈愿。一心敬礼父母祖尊，玛尼之天菩萨，一心敬礼父母祖尊，玛尼之天菩萨，一心敬礼父母祖尊，玛尼之天菩萨，祈请菩萨以大威神力，接引幽冥众等往生清净佛果，祈请玛尼之天菩萨消除疑惑众等一切的障碍，玛尼之天菩萨放大光明，所有的障碍退出，所有的障碍退散，所有的障碍毁灭。一心敬礼玛尼之天菩萨，行加持疑惑众等光明显耀，身体健康，增长福慧，敬爱圆满，以其最大的光明扬威于世间，放大光明普及所有的众等，请加持修行果位真上精进光明之圣，修法得力，一切成就，玛尼之天加持疑惑众等所祈求的愿望，皆能够圆满。天罗神
在楼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问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唵比萨萨鲁萨摩耶那鲁巴拉耶比萨萨鲁提努巴提萨彻苏密巴瓦苏多卡耶密巴瓦苏卡耶密巴瓦阿努热多密巴瓦萨尔瓦苏毗密布拉耶萨萨尔瓦阿尔玛苏扎密杰达姆舍利仁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三林，阿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三林，三拜佛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三林，平等一起所。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尼班咪吽。法会吉祥圆满，感谢世尊为我们指坛这一场玛尼智天护摩大法会。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传法开示。好，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祖尊玛利智天菩萨啊，师母图登西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我们的仪会贵宾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甫先生及夫人韩务珍女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时怡教授及夫人陈文文女士，中委会法律顾问罗日良律师、房叶群律师，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郑申龙博士，郑国忠教授团王进贤特聘教授、王理教授、麦义煌教授、顾浩翔教授、叶淑文教授、尤江成博士、林俊安医师、梁乔环博士，台南市议会议员蔡旺前议员代表，华光功德会总会长常仁上师，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知名艺人台志源先生，敬以企业公司总经理张怡珍女士，七品家具生活馆董事长黄淑琪小姐，师尊大学同学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陈泽霞女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大圆满九次第喜金刚讲义及密宗道次第广论主持人佩君师姐，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感谢张启书师兄打斋120,000元，莲花义林师姐打斋100,000元，华山大型文创艺术空间打斋100,000元，香港知名艺人邓丽欣小姐，先报告几件事情。这个常仁上师啊，这个在香港，他举办了那个杯水一，是杯水一战啊，杯水一战，那么在香港非常的轰动。那么好多人，很多很多人参加，也就是点滴是生命啊，点滴都是生命。那么杯水一战呢，是他在香港华光功德会发起的，那整个香港非常的轰动。他这是要杯着水
然后跑到一个啊，用跑的，很多人一起跑，就背着水一起跑的这个佛洞，好像台湾的这个路跑一样，但是它是背着水跑，那这个场面非常感人，而且很轰动，这是他举办的。那么第二点要报告的就是，上回我不是讲了吗，我们也有人中大乐透，也有人中这个啊威力彩，另外新加坡人他不叫大乐透，叫什么叫博彩是吗？新加坡是不是叫博彩？有没有新加坡的弟子在这里？啊？多多。多多。博多。博多是好像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博多。多多，好了，好啊，那就是这个也是中了这个头奖的啊，新加坡头奖的。那么那一个我说会中头奖的那一个是，也就是说他是在参加了勾财天女法会，是勾财天女法会的时候，这个护摩法会啊，降下了很多的这个黄金啊，这个美钞啊，都是富兰克林的这样子满满的。那么他是中了2亿啊，因为也有一个人中了2亿，所以加起来是4亿。他们是两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弟子，就是2亿，对不？你讲什么？没有四则团众。你讲是题外话，也拿来干扰。总之，人家中的是头奖啦，那头奖的才重要啦，中什么这么1000多块台币的，还要奖，简直是。慧金上师，回去孵你的蛋。那么这个勾财天女啊，她的这个制作的非常这个惟妙惟肖的这个金身，是在长仁上师啊，长仁上师那边有雕出来的勾财天女。你有摊位在这里吗？基金会在这个义教总会的摊位，金身已经在哦。哦，今生在这个活计部里面啊，活计部就是勾财天女，勾财天女的那一尊啊，你们请回去啊，好像只有几尊啊，没有，还是陆续会来的，现在只有八尊。哦，现在只有八尊是勾财天女法会的那八尊呢，啊，你们想一想要不要请，就好，可以。另外有一点就是，这个4月10号啊，4月10号那一天，要
这个在新竹哈，新竹的地点是新竹市顶埔国小的礼堂，大礼堂，要传这个如意宝珠啊，观音的大法会，就是白衣大士如意宝珠这个的大法会，会在新竹的这个顶埔国小大礼堂，那么欢迎大家参加，也欢迎大家做主起或者是功德主，就是新竹的那个法会在4月10号下午2点，这特别跟大家讲提醒一下，免得忘掉啊。然后有人问这个，以前呢、啊，在西雅图曾经传过这个麻利支天这个除瞌睡法，它的咒语是不一样的，咒语是不同的。啊，我们现在念的咒语是 Om Mani Ji Soha。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咒语，麻利支天另外有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啊。有两种作用，一个是隐身的作用，可以隐身，把你的身子隐掉；第二个，它是有除瞌睡的作用啊，除瞌睡的作用。麻利支天除瞌睡法，就是你到哪里都不会打瞌睡。那么这个咒语呢，怎么念呢？就是。Om Amidiye Maniji Soha， 只是加上 Amidiye Maniji Soha。Om Amidiye Maniji Soha， 这个咒语就是加上 Amidiye， 就可以除瞌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咒语。很重要，以前从来没有讲过，啊，今天跟大家讲，可以除瞌睡，可以隐身，可以隐身。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法会就是麻利支天的法会，这个护摩法会。啊，刚刚没有跟大家 say hello， 是不是？没有讲，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做这个麻利支天这一尊的法，这一尊是非常特别，它跟啊很多尊的活菩萨跟我们生活中没有定期耶，没有定期耶。这一尊麻利支天菩萨跟我们生活中是有定期耶的，是定期耶的。什么叫做定期耶？就是说我们有交换啊，他讲麻利支天讲。他要说，只要是真佛宗的弟子，他都会守护，啊，守护每一个真佛宗弟子。这个是这一尊的麻利支天菩萨特别跟师尊，啊，这个定了契约，说这个麻利支天菩萨，他会守护。我们真活中的每一个弟子，我们这里有金身吗？在大殿呢、啊？你哦，是哦 ，OK，
OK。好，我们这边有是有净身的，可见这一尊呢、啊，是正佛中的，真的是首富啊，首富神，正佛中的首富神，这特别不一样。他写下契约书，也就是说，他愿意在这个我们正佛中的弟子身上，每一个人跟他祈求，他都会得到守护的。这一尊的玛尼支天菩萨，那这一尊菩萨呢，是身穿红色的天衣，但是是这个黄色的啊，黄金色的身，身上披满着种种的宝饰，严饰其身。这个菩萨有一样有三个面孔。有三，每一个面孔有三个眼睛，有八只手背，他所持的是绢索、弓，还有无忧树枝、线。右手呢持金刚杵，还有金刚针、金刚钩跟金刚剑。三面的正面是善相，微笑的，身黄色，开着眼，唇如朱红，坐大勇猛自在相。右面的是深红色，如秋叶掩满莲花的宝色，出最上光明，慈颜和叶，如同女相。左面的是猪面，仇恶愤怒，口出利牙，貌是青色的，憋着眉毛，吐着舌头，见者不惊怖，作大愤怒相。菩萨是站着或者坐在金猪战车上，拉车的马是金猪。是金猪，黄金的猪。那么他也有天女形，也有天女的像。这个菩萨座或立于莲花座上，左手呢一把天伞，如维摩诘居士的天女之扇，右手下垂，掌心向外。结的手印就是一愿印。这个菩萨呢，身着白色天衣，一可想象菩萨旁有两位天女，手持白佛，侍立左右。那么他的金刚号、啊、叫做湛威金刚，湛威金刚。这一尊有特别的手印、啊、就是大轮金刚，大轮金刚的手印，一样的手印，跟大轮金刚一样。你们会解手印吗？这个手印、yeah. 我解给大家看一下。啊、他的咒语就是念他的名字 Om Mani Ji Soha。 你如果要隐身的话，要隐身或者是要除瞌睡， Om Amidya Mani Ji Soha， 就多念一个 Amidya Mani Ji Soha。这个玛尼支天呢，是掌管北斗七星，
跟28星宿、36天宫、72地煞、漫天华盖、日天、夜天，他管理一切的星宿鬼神，所以便被称为华曼星主，在道教称为斗母星君，就掌管了所有的太岁。斗母星君也掌管了所有的太岁星，所有的太岁星。这个连婆罗门教也尊崇麻利支天，称为麻利支提婆。密教称为麻利支天，日本东密最尊敬这一支啊，这一尊的麻利支天，就是说这个所有日本的印假，所有的日本的忍者，他们的拜的祖师爷就是麻利支天。那么这一尊的益处在哪里呢？它可以除很多很多的灾难，除掉很多很多的障碍。第一个就是亡难。亡难什么叫亡难呢？现在目前来讲，就是你政治上的灾难啊，政治上的灾难它可以除去。第二个有可以除掉劫难，你供养麻利支天呢，这个小偷跟强盗都不会来，它可以除去小偷跟强盗。另外第三个是行难，你出门了、旅行了、坐船了、坐飞机了、这个开车了，这个行的难可以解除。这一点就很非常值得了啊！我们常常开车的，这个是很好用，麻利支天。地水火风难，哇，这个更好，这个地震不会伤害你，水也不能伤害你，火也不能伤害你，风也不能伤害你。还有刀兵难，什么是刀兵难？战争的时候你可以避开，有战争了你也可以离开。那么鬼神难就是冲犯，哎呦啊，被鬼神盗气，你只要修摩利支天法，他就这个冲犯就没有了。毒药的难，人家用毒在你身上，或者用毒在水中，因为你有敬仰这个麻利支天，那这个水杯突然间咻一转，敌人就喝到有毒的，你就喝不到有毒的，你不会喝，你那时候不觉得口渴，也不没有欲望喝那一杯水，这种毒药的难就解除掉。恶兽难，有的人被象啊这个踩了，或者是被狗咬了，或者是被这个好像说野兽碰到野兽了，这个野兽也不能伤害你，野兽也不能伤害你。冤家恶人难，对方专门在害你的就害不了你，这个灾难也可以解除。所以它是破除所有这个障碍跟灾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天神，就麻利支天。因为啊，这个麻利支天经上面写到，我跟大家讲，麻利支天呢、常常在日天之前行走，非常快，比麻利支天呢无人能见。
因为他隐身无人能捉，他就不会被人欺负。不为人缚，就是谁也不能够绑住你。不为人在其财物，你的金钱不会被偷，不会被盗。不为燕家能得其便，你的这个燕敌啊，都不能够伤害你。另外，麻利之天于行路中可以保护你，非行路中保护你，白天也保护你，晚上也保护你，以恶燕家中能够保护你，亡难之中也能够保护你，在劫难之中也能保护你，一切处一切时都会保护你。哦，这一尊很伟大，这一尊就很伟大。释迦牟尼佛告诉所有的比丘，如果有人能够书写读诵受持者，若着集中，若着衣中，随身而行，一切诸恶悉皆退散。因为麻利之天有刻印法，也就是你刻他的像，刻他的像，这个刻这个天女像比较快一点，可以刻一寸的、两寸、三寸，材质不拘，专门除难。你要念30万遍的麻利之天咒，然后刻像，刻他的像吊在你身上，或者是藏在你的头发里面，任何一种灾难它都可以消除。啊，这个麻利之天跟我们有签约的，跟中佛宗有签约的，你如果这样子做，所有一切灾难就离开你自己的身体，离开你的身体。那我这一生当中很奇怪，很多的波折，很多的灾难。告诉你，我在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在南部火力发电厂，我的修理工厂在这边，那油厂在另外一边，那厂长叫我去。你去啊，领这个汽油啊，多少汽油呢？他跟我讲5加仑，啊，8加仑也可以，10加仑也可以，5加仑跟10加仑，叫我去领这个汽油。那汽油啊，必须要绕过这个铁轨，因为铁轨上有一列火车在那里，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那我去的时候啊，我去这个领油的时候啊，是绕过去领，绕这个火车去领。因为那时候一个人那身上没有那些5加仑啊或者10加仑的油在身上，我就很容易绕过火车去领了这个汽油。一领了这个汽油以后啊，那个油厂的人给我汽油，啊，上面那汽油的盖子啊，没有盖子，那我两只手就捧着，5加仑差不多都重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我那时候是高中的学生，要提着这5加仑的汽油，没有那个板车给它拉回来，没有用车子载，只是两只手抱着这个汽油桶。这个汽油桶这样子走，还要绕过这个火车，我那时候很就烦了，哎，这个是一个烦恼，怎么办呢？火车挡在那里很长啊，那个煤炭的火车啊不动，我看它就是停在那里都不动的，哎，我是讲说，从油厂到我的修理工厂。中间那一列的火车
我就干脆站火车底下啊，站火车底下这样子过来，就很快就到了嘛。那何必拿着这个汽油桶，而且走一走，它这个油会喷起来，都碰到我的脸了。走几步，它又喷起来，这样子。那时候很懒，就想说，哎，火车都不动嘛，看了半天它还是不动，没有动的迹象。那我就说，转这个火车底下好。我那时候小孩子啊，差不多高中而已啊。我把那个汽油这样推到火车底下，然后转到火车底下。转到火车底下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哎，这个轮子好像在慢慢在动哎。阿弥陀佛的，我现在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个时候是念啊，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把那个赶快，火车在动了，赶快把汽油桶先推到火车另外一边，然后整个人就会速度很快的，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神空，还或者是神功啊，我用青蛙跳，咻，这一跳，两只脚刚好离开铁轨，轮子就咯，这样就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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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子就过去了。差一点两只脚就没了。阿弥陀佛啊，迄阵是耶稣基督，今嘛是阿弥陀佛。我那时候站在那里，突然间脑袋全部空了。今天这条命捡回来了，老天为什么要留我呢？留我这一种那个烂人留在这世间毫无意义，为什么你要留我呢？我两只脚断了不是很好吗？当然了，不是这样子讲。是这样说，哦，好家在，好家在，哎呀，差一点死。然后我就想到，老天到底为什么要留我？哎，现在想想，老天留我倒还是蛮有意思的。哇，这个事情呢，我有写在，好像有写在书上，但是我没有告诉家人，那时候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告诉厂长，厂长我都不告诉他。然后提着这个几加仑的油回去给厂长，这是第一个生死关，走过去。第二个生死关也是在南部火力发电厂。那时候天气很热啊，我只是穿一个汗衫而已啊，穿一个汗衫，跟外面一个那个 T 恤啊，跟汗衫这样。我在做舷船，舷船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要这个铁要钻一个孔，一个钢板要钻一个洞，你把这个铁板放过去，要拉那个旋转下来，然后钻成一个洞。应该讲起来，它这边都有洞，整个旋转的桌面都有洞。你聪明的人是要把这个一个钢铁放在哈叉的插住，可以挡住这个钢板旋转下来的时候，钢板不会移动。我一时疏忽啊，没有插了那个钢条在那个洞里面挡住这一块钢板，我用手扳住，用这只手扳住这个钢板，这一只手就用把旋转那个螺旋转那个铁板，没想到这一转，哇，力量非常大，
那个整个钢板咻就是这样过去啊，咻过去啊，我的外面穿的衬衫破掉，里面穿的那个汗衫啊，里面内衣啦、啊、内衣啊咻破掉，内衣跟我的身体相差多少，贴得很紧呢，差一点像日本人的人的那个是什么切腹啊，阿妈喂，阿妈喂，我们厂长出来了，看到我这个，他会讲日语了，他会讲日语，他是东北人，东北人那时候他受日本教育，受日本教育，就是满洲国，满洲国的时候他们受日本教育。我们厂长出来了，一看，哇，糟糕了，他没有打我，但是他报告我父亲，说我差一点在这个修理工厂切腹自杀。啊，其实没有，你知道里面的内衣跟你的肚子相差多远，根本是很薄的一层，奇怪了，就只是内衣整个割破，但是我的这个肚子一点都没有破，一点伤都没有。我那时候又想，老天已经给我两次生啊，两个生命都在我身上，我差一点没了。我还讲我在花莲修理工厂，我被七千瓦的电到。告诉大家，所有的电当中啊，以3300的电最厉害，3300的电瓦，那个它会吸人的，人只要靠近它 ，tippy， 它会吸人，把你烧到整个变成焦炭，然后躺下来就死了。只要超过3000以上的，7000。1万的、3万的、几万瓦的高压电的，都会把你弹开，都会把你弹开。但是3300的，它会吸你。我碰到的是7000，他们在这个变压器在检验，我不知道，我去油漆，一只手按到那个变压器上面。那电就进来了，电就进来了。我这一只脚还好，我这一只脚贴在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空的那个变压器上，只是铁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个空的变压器上，一只手按在变压器上，就7000瓦的电流从我的手，然后经过，从心脏经过。又从下来一直到脚，从我的脚这边出去，啪，裂开一横，这个电就是接地。什么叫接地啊？这个电机的教授王理教授他就知道什么叫接地。因为有接地，所以你没有死。如果今天你没有接地，你的身体都完了，你就死定了，真的是死了吗？死了吗？死了吗？巴基，死了吗？马难，真的，我被7000瓦的电到，没有死。那个厂长看到我，说：“哎，恭喜你，不然哦，我们这里多了一个焦尸。”什么叫焦尸？烧焦的，整个人黑掉，烧焦的尸体。
经过心脏，哎，七千瓦的经过心脏，现在老夫不怕了。啊，这个电从我心脏通过，我已经受过考验，这个电到我的心脏，我都不要紧，哎呀，因为好像是有免疫体嘛，免疫力。啊，就像那个郑森龙医师啊，他跟我那个我们台湾不是那个 B 型肝炎、A 型肝炎、C 型肝炎都很流行吗？郑医师也知道的。我在台湾啊，在外面吃路边摊吃很久，回到美国以后，美国医生跟我检查身体，他说你不是没有 B 型肝炎，你有 B 型肝炎哦。哦，那怎么办呢？他说但是检查你的血液啊，你所有 B 型肝炎的细菌在你身上全部通通都是死的，没有一只活的。我是被传染了 B 型肝炎，但是呢，我身体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把 B 型肝炎的细菌全部杀死。所以我的医生跟我讲，你永远不会有肝炎，因为 A 型的、B 型的、C 型的，全部通通被你杀死，你已经免疫了，已经免疫了，你身上不会有那个。郑医师是不是这样子？啊，对哦，他讲对啊，因为这细菌进来就被我杀死了。可能跟我电到那一次有关，因为我七千瓦的在身上啊，哪个细菌能够活？早就被那个七千的全部通通给他电死了。当然是没有这回事了。那王李教授在笑，告诉大家。我有几次啊，这个死的这个经历都在了，到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天要我做什么？老天要我要弘法利生，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就有守护，就麻利之天就来守护我，我出生的时候就来守护我。我有一次差一点死哦，小的时候啊，我当 baby 的时候啊，有一次吃饭，那个不是吃饭了，那时候才喝奶。有一次喝奶，其实没有奶可以喝啦，只是用那个迷糊泡水。那时候战争的时候啊，1945年战争的时候啊，迷糊泡水给我喂我，我们没有喝牛奶，什么奶都没有，母奶也没有，就是喝那个迷糊泡水，所以身材长得这样子已经算不错了。米糊呢？米糠磨成的糊泡水，当牛奶喝呢。我小时候就喝那个，我知道那个不好喝啦，我就拒绝。那时候拒绝喝，嘴巴用住，这个奶嘴在这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不喝，就是不喝。然后我母亲一直喂我，我就是不喝。我父亲一看我不喝啊，我父亲火了，一只手就把我撑起来，撑得这么高啊，你不喝，那就火力细啊，啊，就是这样子，一只手抓起来，那放在手上。我告诉你啊，我家的那个公司电力公司的宿舍是水泥做的。
水泥做的，然后他这样丢出去，一丢，整个 baby 就丢到那里去了。我啾一声，啾一声，我妈妈赶快跑过来，摸摸鼻子，哎，还有呼吸呢，还活着呢。为什么能活着？那个一丢啊，包死的 baby， 你知道吗？婴儿啊，吃奶的婴儿，这样子被你这样子一扔，扔过去，扔到那个那么远的地方的水泥地上，这个抛物线这样子抛过去，那时候我觉得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觉得下去的时候很软很软，有手撑住， 有这个手把我抱住啊，轻轻的放在地上，轻轻放在地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麻尼之天。那时候我猜是四天王啊，其实不是，是麻尼之天。你看他救我多少次。今天你们啊，主起的或者灌顶的在场的都有福了。他可以解除你一切的障碍，你有什么障碍都给你解除掉。这一尊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念30万遍的麻尼支天咒，他跟在你身边，相应的他就跟在你身边，不然磕他的天女像掉在你的身前，除去所有的障碍，除去所有的一切的灾难，障碍跟灾难全部除去，晚上睡觉也很好睡。好，那一段大圆满法哈。今天宏观圣明金刚上师在理方面已经完全明白透彻，在事方面已修持相应，全身的内火通明，气水火化火，火能够变成光，自身就是虚空境，也是一句弘尼长寿的成就。这是我的誓愿太大，大到生生世世不入涅槃，必须生生世世度化众生。有这一种因缘啊，有这一种因缘，就有这一种因缘的成就，就有这一种因缘的成就。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魔王波信在佛陀住世的时候曾经跟佛陀讲了一句话，只要你佛教在的地方我一定在，而且我一定会障碍你，一定会障碍你。所以这一点要记住啊！你虽然学佛以为是学佛了就没有障碍了，不是，还是会有魔障在障碍你，那要怎么办？一定要修法，修麻尼支天法。你修法成就了，念咒成就了，你已经相应了他，他一定会随身的保护你。而且这尊麻尼支天是跟我们有师门的，还有很多人障碍没有办法解掉的，你就修这一尊啊，麻尼支天当你的护法啊，这个就是
解除你周身的障碍，这个魔给你的障碍都可以解除掉的。啊，朋友请客吃饭，我说要吃大餐，这个朋友本身是很小气的，这个朋友就问了，这个大餐的标准是什么？我就讲要带大字的，比如大龙虾啊，大鲍鱼，大螃蟹，另外还有大的 king crab， 这些都是大的。这个小气的朋友就是说，那这样好了，我本来要请你吃便饭的，就请你吃大便饭好了。大便饭，便饭本来是请你吃便饭，变成大便饭。我告诉你大家啊，这只麻利之天是我们真佛中的大大护法，大大大大护法。我讲出这个要诀，就是他跟我们签约了嘛，他不能违约的，违约就是要给他要回他的钱呢。啊，你违约啊，违约我就要告你啊，大法院告你啊，你麻利之天你要赔我钱呢。对不对？所以跟我们有签约的，这一唯有这一尊呢，唯有这个麻利之天有签约的，你们说还有哪一尊有签约的？知不知道？真的麻利之天跟我们有签约的，他不能违约的，你只要修他的法相应了，或者是说你雕他的今生在你身上，你家里供麻利之天的像，就可以避掉很多的灾难。30万遍的麻利之天咒，有一天呢，妻子对丈夫讲：“老公，我的新衣好不好看？”这丈夫想了想说：“哎，首先呢，你的人长得好看，首先你要人长得好看，这个笑话没有人笑，你们去写信去骂那个陈传芳，是他的笑话。老公讲，我刚刚去逛街，看见了4款包。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所以都全都买了。老婆说：“哇，好开心哦，快拿来给我看。”老公就讲：“豆沙包、肉包、菜包、挂包。”麻利之天讲的话一定算数的，绝对不是挂包，也不是菜包，也不是肉包，啊，他讲的话算数的，他护着真佛中的行者，是真实的，是真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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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想你。不是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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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你，是真的很想你。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也是陈传芳的笑话。有一个女儿问她的爸爸，女儿问她的爸爸，她说：“爸爸，你觉得我的男朋友怎么样？”爸爸说：“不行，不行。”女儿说：“
为什么？你已经跟他喝过酒了，你已经跟他喝过酒了。这个爸爸就讲他的酒品不好，女儿就问说为什么酒品不好啊？爸爸就讲他在喝酒的时候跟我讲，我带你去找女人。这个爸爸就 那个女儿就讲说，哦，这样子啊，那我去骂他，我去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爸爸说不是啦，他言而无信了。他言而无信了。告诉大家，麻利支天的首富真佛宗所有的弟子有签约，是言而有信的。那师尊跟你们讲的话也是言而有信的。你看见我，我看那个护摩佛，那么我全身的就在佛里面，就在佛里面。我曾经看过那个晚上的时候看一个电灯泡，那个电灯泡是稳住不动的一个灯光，然后我看着它，看着那个灯光，那个灯光居然跑到我身体里面，我全身里面呢，全身的五脏六腑全部都发光，然后你眼睛可以看到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有病，你可以很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健康？你看着你的五脏六腑在那边运转，在那边动。晚上我看着灯光，那个灯光居然跑到我里面，然后我可以由灯光看到我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大圆满法最高的法就是这样子，你看到哪一个光引到你身体里面来，你身体里面全部发光，这个就是大圆满法。不管是日光、夜光、星光、灯光，你都可以引到你身体里面来。你常常做这样子的观想，有一天呢，你把你的五轮全部打开，连五轮全部都变成光，就是红泥成就，红泥成就，红泥长寿。刚刚讲的这个红泥长寿，你看看哪里不对的，你身体哪里不对的，你就要医哪里。你胃有穿孔，你就知道你胃有病，胃溃疡啊，胃哪里发炎，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灯光在你里面，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全身都是光，就是大圆满法。A 跟 B 讲，倒霉啊，今天的公车上人太多了，我的馒头呢，我带的馒头直接被挤成吐死。B 就讲，这算什么呢？捷运上那些人才叫多。A 问，怎么呢？你的馒头也被挤成吐死。这两个是你的吧？否则哪有带馒头上这个公车的？ B 讲，没有，我本想放个屁，硬是被挤得变成打嗝。这是太厉害了，这种笑话跟那以前我们讲的那个笑话差不多。公车实在太挤了，哎呀，两个人在讨论，哎呀，我太太被挤的这个流产了。另外一个，那算什么，我太太被挤挤挤挤挤到最后怀孕了。
这是形容这个车子很挤，其实应该没有这回事，只是笑话而已。我们今天学佛，其实不要太慢，不要说哦，我今天修了法，啊，明天不修就懒，就隔几天不修，不行。我们修法就是按照次第这样子慢慢修，也不要快，但是每天都有修就行了。你每天都有修就行，你不要说我今天修了，隔一个礼拜再修，不要。每天都修一点，这个也就是说你不用急，但是也不能慢，你必须要走在中道上。修行就是这样，这样比较愉快，而不要急急的，啊，急的把它赶快成就，急的赶快成就又是好了，急的有时候急出事情就不好了。所以每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这样子，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不要太急，也不要慢，刚刚好中间就是好。我们修行也要这样子，要每天一定要修，绝对不要说哦，我今忘了或者偷懒啊 ，forgot， tomorrow 啊 ，tomorrow 再修，这不行的。啊，师尊本身的修行法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太急躁，但也不要太慢。啊，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小明，你长大想做什么呢？小明讲，我长大一定要当个官，起码要搞个几千万，几千万现在算什么，几亿万呢，然后包个二奶，二奶算什么呢，现在都有三奶四奶五奶，买好衣服好首饰给二奶，带着二奶开着小飞机环游世界度假去。啊，这个老师被震惊的哑口无言，完全不知道怎么说，只好装着什么也没发生，继续问下一个小朋友，小姨是你朋啊，你的同学，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呢？小云小声地讲，我要做小明的二奶。也告诉大家，修行没有那么方便的，修行没有那么方便的，功修功德，薄修薄德，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到来各分飞。夫妻本来是同林鸟，但是大限一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各分飞，功修功德，薄修薄德，没有那么方便，让你踏便车的没有，没有这回事，你一定要自己实修才是你的，不是说师尊修，那么这个佛经佛齐就能够成就，师尊修，那么 Zayden 跟卢军军军就能够成就，没有这回事。师尊修是师尊的，师母修是师母的，佛亲修是佛亲的，佛齐修是佛齐的，没有说我是你的亲人，那其中有一个修就行了，我跟着他啊，踏便车，没有这回事。所以每一个人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走的时间也不会一样啊，谁先走谁后走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爸爸问儿子，今天考试考得如何？儿子讲，只会三题，填空。爸爸说，说来听听。儿子讲，就是填空啊，就是班级是哪一班，姓名是叫什么名字，学号是几号，就只会填这三题，其他都不会。这个你去见了阎罗王，阎罗王说你在正佛宗里面啊混得怎么样啊，他说我是正佛宗弟子啊，那你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就知道我是正佛宗弟子。那你有什么？我有皈依证书。啊，你有皈依证书，拿出来看。哎，真的有哎，拿一张皈依证书给他看。阎罗王，哎，你真的是正佛宗的皈依弟子。那问你，什么是真佛？啊，真佛就是真佛，没有别的。再问你，那你修了什么法？你的本尊是哪一位？本尊你都不知道，我还要回去问我师父。那你这个护法是哪一位？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你跟这个皈依证书，这样也是没有用的。那一张皈依证书就等同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实修。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觉实修就是一种，你持咒就是一种积蓄，累积功德。你做释迦行就是一个积蓄，就是累积四功德。你修相应法就是累积，你积到了最后，你每天招请他，终于一天他到了，跟你相应了，这个就是成就。你每天修相应法，一年、两年、三年，总有一天会相应。等你相应了，你佛国净土气得，一定气得。本尊在那个时候他一定出现，因为你相应了，他一定要出现。相应了就等于契约，你跟他有了契约，他不出现也不行，不然你到法院去告他。因为相应就是契约啊！啊，今天我跟瑶池金母相应了，随时随地瑶池金母就在你身边。所以说到要请瑶池金母，眼睛一闭，一想念他，他就马上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气的循环，气啊在脉里面循环，这个气啊会变成火，这个火在你身体里面循环，就把五轮就打开了。这个五轮一打开啊，这光明就显现出来，你身上的光明自然就显现出来，这自身的光明就显现出来。自身的光明一显现出来，你一下子你全部窍全部都打开了，打开了，那时候你理也通了，事法也通了。这个先修气，修脉，修明点，修着火，然后把你的五轮全部打开，那光明就显现了。这个是四法最高的四法，不然你修到相应就也是一样，到可以到佛国净土。但是你四法只要修到你自身的光明显现了，你就能够融入光明之中。何处不是光明呢？你能够融入光明之中，你就成佛了。其实啊，这种东西啊跟电机是差不了多少的。你问王礼博士，
真的啊，气啊，一切都是气啊，风力发电是什么？气啊，火力发电是什么？气啊，水力发电是什么？气啊，全部都是气。核子发电是什么？气啊，全部都是气。用气来推动那个棒谱，用气来推啊，这棒谱一旋转啊，电力就出来了。电力是什么啊？是火啊，电力就是火啊，火就有它的功用啊，所有的功用全部由那里来啊，所有的电灯全部从那里来啊，所有一切的这个机械的动全部由那里来啊。所以这跟人体跟这个电机啊没有什么差别的，你懂得电机的话你就知道你的人体就是你的电机啊，你用你身上的气去变成火，用你身上的火跟那个水结合起来，打开你的五轮，让光明显现出来。光明是什么？就是电灯啊，就是电啊。啊，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精彩宝贵的转法开示。台湾雷藏寺有以下的法务报告。4月4号是今年的清明节，雷藏寺在提前在下礼拜六4月2号下午3点，恭请圣真紫檀地藏王菩萨清明超度护摩大法会。好，这是下礼拜六的法会。啊，4月10号下午2点，圣真将佛驾新竹顶埔国小紫檀福佑雷藏寺主办的白大士如意宝智观音大法会，欢迎大家参加。雷藏寺4月份、5月份的法会已经公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公告。西雅图雷藏寺将在6月18日，当天是农历5月14日。提前一贺圣真的7次敬老佛诞庆生会，欢迎参加。啊，西雅图雷藏寺2016年丙申年的秋季阿弥陀佛喜斋超度大法会，将在8月27日星期六，农历7月20日举办。师尊传法子尊，到时候西雅图雷藏寺会另外公告。彩虹雷藏寺将从5月15号礼拜天开始，连续有圣真紫檀的护摩大法会，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恭请圣真为莲龙寺广场开光加持器及同门的佛像法器纹路开光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及做总加持，唱诵根本上师心咒。嗡古鲁连声悉地吽。Oh.
请圣真圣法王座。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上法座。恭请仁波切及上师团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佛陀赐给一位大众摩尼之天不共大华灌顶。今天灌顶包括隐身华、慈科瑞华、结印护身华、科相慈乱华、真现红二人科烟华、慈变华、奇物华、百灵相助华。孙今天的灌顶包含皈依灌顶，与大众请守节摩尼之天守印，观想摩尼之天菩萨赐顶放光加持，唱诵摩尼之天心咒。摩尼地所行，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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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地所行。Peace.
吉梭哈，嗡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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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梭哈，
마니키 소하 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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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니키 观点的赶快过来观点，还没有观点的赶快过来观点，阿弥陀佛。
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师尊赐给一位大众师圣尊贵的灌顶。请大家面向坛城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三拜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平等一起所。迎师子请就位，钟鼓手请就位，弟子众等祈愿师尊活体安康长寿自在，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法会吉祥圆满，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师母莲香金刚上师仁波切及上师团，与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嗡咕噜连声心地吽，嗡咕噜连声心。Om Guru Len Sun Shakti 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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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en Sun
身是地方，嗡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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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是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及善心大德前来护持今天的摩尼之天护摩大法会，法会吉祥圆满。也感谢网络上同门的护持，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台湾莲师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